换啥？这个 case 呢是在万锦呢，这里有一个后院的纱窗门的纱需要换，这纱蛮大的，这个左右宽都得48了，然后也挺高的，这9尺高的房子，对，又高又大。这个看，破了，纱都破了，纱都碎了，也脆了，对，然后现在把它摘下来，换好之后再给它搁上去，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啊 ，OK。这个纱窗呢卸下来了，在那儿呢，挺大的哈。然后纱窗呢也变形了，扭了。然后之前搁的呢就没有搁到位，它搁在了这里，你看都是锈啊，对吧？应该搁在这槽里才对。那轱辘呢，压住这个轱辘，对，之前是搁槽里了就不对，所以呢开的拉合呢就不行。好，现在开始换纱。现在这个纱窗的纱呢就做好了，这个纱窗呢变形很严重，现在都扭了 ，twist 了。对，所以说尽量给它调平吧。